中餐厅第一季的开播就获好评无数，收视率也相当高。黄晓明和赵薇这组老友 CP 也是相当的给力，在节目里展现真自我、真友情，老朋友兼互怼，也是网友挺喜欢看的。赵薇的洒脱直爽、心直口快也很得网友喜爱，而且相当高的情商和智商，让网友也很是佩服。中餐厅二也即将开播，网友纷纷期待着第二季的嘉宾名单。近日嘉宾名单也有官宣了，餐厅经营还是由老搭档黄晓明和赵薇来担当。而这次的餐厅的点将开在法国，这次除了店长副店长赵薇黄晓明之外，还有这几位常驻嘉宾苏有朋、杨子姗、梁田。而且这次的飞行嘉宾会邀请范冰冰、关晓彤、迪丽热巴等明星来，嘉宾阵容甚是强大，苏有朋和赵薇、范冰冰的还珠情谊更是看点，网友们纷纷拍手叫好，希望赶紧开播。而杨子姗的角色应该就是周冬雨曾担任的吧台小妹，梁田则是洗碗妹子。虽然有苏有朋，网友们很开心，不过很多网友也都纷纷在呼喊张亮，谁来做菜呢？难道是苏有朋担当了大厨的角色？网友也想看到五阿哥做饭的样子。看到嘉宾名单，你是不是也眼前一亮？你期待中餐厅二的开播吗？